嗨，各位好朋友，我们现在在越南的河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得奖了。我们今天呢，代表台湾来领这个世界奢华餐厅大奖。我们今天不但获得了这个中国菜的大奖，还获得了奢华餐厅大奖。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哦，代表台湾哦，整个全场154个国家，只有我们是来自于台湾，这是我们的骄傲。如果你还没有来过阿基斯茶楼，你一定要赶快来，知道吗？我们阿基斯茶楼就位在这个淡水人码头里面，是这个淡水人最喜欢去的餐厅之一哦。那当然了，阿基斯茶楼一定有非常丰富各种不同品项的这个点心。那这次呢，我们也因为呢拥有这个山河美景以及美食，所以双料得奖。所以呢，你如果还没有来吃过淡水渔人码头的这个阿基斯茶楼呢，你一定要赶快来哦，一定要赶快来，因为我们呢这次代表台湾得奖了，真的非常非常开心。也透过这次得奖呢，让我们呢把台湾的美食、台湾的美景介绍给全世界，这是我们的骄傲。我现在太兴奋，所以我有点烧香，但是我真的真的非常开心。邀请所有的朋友赶快来这个阿基斯茶楼，跟我们一起共享荣耀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